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、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邀请，国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于8月14日至19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，访问白俄罗斯。在俄期间，李尚福部长将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做大会发言，会见俄罗斯等国防务部门领导。访白期间，将与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，参访白军事单位。